今天工资发了吗？爸爸不准时交工资时。发了发了。不给呢？干嘛？发了多少啊？怎么没听你说啊？发了一个月的呗。发了一个月的。一个月是多少啊？三天。啊？三天。三十天到底是多少啊？烦死了！你们三个人跑我这装傻呢？爷。我转。啊、我现在就转。我现在就转。爸爸不接手，爸爸在带手，我不跟他交。一分不敢说。娱乐没完结，娱乐没完结。今晚你们两个早点去吧，明天要上学了。嗯。上学。没上学。上。不开心。开心，我不开心。你怎么不开心？你不去上学，老师会想你的。让我干嘛？有错又不讲道理，还跟着去。